太有用了，你就出来。哎，喂一口，枣仁安神茶，来。本来挺困的嘛，这一喝一折腾，要睡不着了。我们同事说了，喝了特管用，入睡特快。来，喝一口，喝一口。哎，你咋了？你就说不喝不喝吧，你看你。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了，你要不要换一件？不想睡了，你高兴了吧？ 你觉着你妈要把房子给咱们？那不是，那是我哥这么认为。哎，我哥啊，一听这话，以为是我撺掇着呢，气死了都。你哥真抬举你。再喝一口吧。多大事儿呀？你说你妈那房子能值多少钱呢？要说那楼吧，挺旧的了，值不了多少钱。可那是黄金地段，兴许能卖点钱呢。 再看会儿。天天呀，你洗完了脸怎么也不擦一下池子，不擦镜子？我擦了呀！你们刚才谁在我后面又洗脸了？哦，可能是我吧。哎呀妈，行了行了，擦一下就行了。来，天天，牛奶给你热的啊。天天，辣了。天天，来，放点白。啊，我不要奶奶，我减肥呢，我现在。 哟，你又不胖，你减什么肥呀你？哎，严重反对您毫无根据的忽悠。他最近不吃白糖，听见没？一会儿我就给他们说了啊。我觉得不合适吧。说你这老太太，昨晚你都答应了吗？你又要变卦？你让我再考虑考虑成吗？你看他们在地铺上睡多长时间了。 你忍心呐，丽君，文杰，哎，我们俩有话跟你们说。妈，哎，坐。哎，我跟丽君他妈商量过了，我们俩今天决定回我那住去。怎么了？没听明白？妈。 那怎么成呢？你们两个老人，自个儿照顾自个儿，切，在这儿不是我们照顾你们，我们俩怎么就不能照顾自个儿呢？你说呢？是，嗯，我们倒是能照顾自己，我就是觉得，怕给亲家您添加麻烦。再说，没什么再说的，就这么定了。我们准备一会儿吃完饭就走，你们有空就送送我们。 没空呢，我们自个儿走，没事儿。那真是太谢您了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一家人说什么外话呢？真是，我们俩能看着你们总打地铺啊，我能看着你妈没人管。哎呀，也不是，其实丽君他们也不是不管我。什么？大哥他们也是好意嘛。要不就这样，我跟丽君每天下班来看你们，啊，丽君给你们送菜过来。好好。 要是住不惯的话，不行的话就再回来。对对对，要不行咱们再回来。没有不行的，听我的没错。正好今天上午10点以前我没课，我送你二位。行。妈，要不再放一放，过几天再说吧。
咱不能过几天，就今天走，麻溜的，吃完咱走。啊！哎呦，干嘛扒拉着脸呢？给我做个伴儿去。你那也是楼房，这儿也是楼房，住个平房吧。不高兴了？哎呀，可舒服没有呢，还接地气呢。心疼我妈呢，真是可惜，更可怜你妈。行了，别不高兴了啊。科呀，多亏你了，人民外交家，要不然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把那么多人聚一块儿？今晚上行？行，我叫他就是了。好了，别解释了。行，我把他带来啊。哎，晚上见。去完了，就剩这个了。哎。这一台手术下来可真够累的，你说啊，咱这白衣天使为人民容易吗？你看看这饭有法吃吗？不行不行，我晚上非得找一个人请我吃点好的不可，要不然这种破饭非得把我吃成老妈子不可。我宰谁比较合适呢？笑什么呀？饭要是吃不好，这皱纹都会疯长的。缺乏蛋白质啊，尤其是胶原蛋白。要不我说你命好呢，想什么就来什么。会是你良心发现了，晚上准备请我吃顿好的吧？有人请。拉倒啊，要是你家老贺的话，我可不去。不是老虎菜就是凉拌黄瓜，我可没打算当公子。是马科，我们同学聚会，他特地让我请你。就你那个贫嘴的同学啊，得了吧，我更不去了。像我这么矜持的女人，我怎么可能参加你们同学聚会呀？瞎凑什么热闹？你少废话吧，我都答应人家了。那你没问问吃什么好的呀？反正有胶原蛋白。喂，立群，晚上有同学聚会，老贺吧，晚上跟我们一块儿去啊。要不咱们一块儿去？嗯，那行，我完事儿就回来啊。哎，妈都好吗？哎，哎，嗯。怎么了？立群也想请我跟天天今天晚上出去。老虎菜。我说一屉就够了，你非要买两屉，你看。剩了整整一屉，你看啊！我说啊，在你家啊，老是你买的东西，要好不容易请你出来吃顿饭，对，总不能不让你吃饱不是？哎呦，两屉哎，谁能吃到那么多呀？哎呀，打包打回去吧。打回去以后啊，下午熬点粥，又是一顿。哎呦，好不容易吃你一次饭，你都叫我两顿吃一样的，真是。服务员，打包。中午就这么点时间，你就让我多睡会儿多好啊！带我到这种地方，哼，你给我付钱，我借你高利贷呗。我还是回家换一身算了。就你那几身衣服，我还不知道啊，没件能穿得出去的。你知道现在同学聚会都干嘛吗？男的比谁成功，比谁有地位，比谁有钱；女的比老公，比打扮。哎哎，这边比谁年轻。就你现在这个样子啊，你别给我丢人现眼了。这件好，去试试吧。这特价，贵点怕什么的？没办法，他们会从你的穿衣打扮上看出你现在的生活状况来，知道吗？现在人人都是势利眼，谁让你让我去的？你要想让我去啊，你就别给我丢脸，听见了吗？赶快选呐，必须买。太低了。拿着拿着，一定要试。这边。
姑娘，哎，请您给估个价啊。你让我跟你来想卖房啊？哎呦，咨询咨询。大妈，您这个房子是83年建的，嗯，现在估价差不多8000到9000一平吧。哟，这老房这么值钱呐？这个地段好啊，现在就等着拆迁了，这拆迁费呀也低不了。您这个房子不到60平，差不多50多万吧。具体啊，等您要卖房子的时候，我们再详细给您估个价。啊，好，大妈，您看，您先登个记吗？啊，不，我考虑考虑考虑啊。好，嗯，姑娘，谢谢您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再见啊。哎，怎么样？值钱吧？有他管用，哼，到谁家都有人管。这好像谁没有似的。哎，姑娘。哎，大妈。我想打听一下啊，嗯，就是比如说住到幸福大街附近，嗯，也是80几年的，多少钱一平米啊？您说这个比这个大妈的房子还值钱呢，哦，差不多10000吧。哎呦，这不是离步行街近吗？是市中心的中心，啊，大妈。您要决定卖房子的话，一定过来找我。我姓刘。哎哎哎哎哎，看，比那更值钱。哎，嗯，你动了卖房的心了？有这打算？你不是也卖房吗？哎，那你卖了房子住啊？那你卖房住哪儿啊？哎，大妈，你们要是决定卖房了，一定过来找我。啊，打电话也行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的名字和电话都在上面了。啊，姑娘，谢谢了啊。没事儿。嗯，大妈，那你们慢走。哎，好，再见啊！哎，再见。嗯，吃错药。真的假的？不，你看花眼认错人了吧？我跟你妈磕头碰脑都20年了，我看我妈会眼花，看你妈绝对眼花不了。不是，那我妈说没说她卖了房子以后，咱们一家人住哪儿？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呀，没敢让她看见，我就抄近道，跑回来给你报信儿了。准是她。贺礼群，妈没沾她边的时候，哪有什么要房本啊、卖房的这些事儿？喂，贺立群，你还没完了你啊？怎么了？你让咱妈把房本攥在手里还不算，你现在又鼓捣咱妈卖房子，你太黑了吧你啊！装什么傻呀？打死谁我都不信！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是妈生的？你等一下。说什么呢？乱七八糟的，你好好说。好好说个屁！那怎么办呢？凉拌，甭理他，肯定是立群觉得不好意思了，不给他道歉的机会。哇，你觉得这衣服好看吗？怎么不好看呢？这可是今年最新的流行款式。你看这拉链嘛，还歪一边。哎，打开打开，歪才是对的呢，这就叫时尚，懂吗？一定要把你美丽的脖子露出来。绝了，你要是把这身穿到医院去啊，保准全都迷倒。是，哎，这双再补一补。还要补啊？得了，你看看你，听我的，没错。哎，给我脱点鞋。下了。我还是喜欢这双老的竹子做的真铁，哎，比那不锈钢的好。这个蒸出东西了，香啊！可不，他们好几次想把我这老家伙事儿扔了，我没让。哎，你们家文杰不嫌他有细菌？嫌，他嫌他的，我用我自己的。哎，看好了没有？嗯。喂喂，烫手烫手。哎哎，醋呢？你们家那那那。我跟你说啊，多吃点醋好，这个醋啊降血脂，好了吧？好了好了，估计味儿都出来了，是吧？嗯，走嘞，哎呦，快快快！
的。你看，这画的是我，哎，让我住这个大房子，人家种的草，还种的西瓜，天天爱吃西瓜，是是是，天天孝顺，总说长大了以后送我一间大房子。是啊，我那个旧房子里啊，也有玲玲画的画，但现在装修吧，保不齐没了。吃吧，我觉得装修装修挺好的。是啊，不过亲家，说实话，我喜欢我这旧家。是，鸡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，可不是这个理儿吗？对的，啊，哦，对对对，来，你再看看这。我一看见这个，就想起天天是怎么长大的了。哎呦，真是的，2003年。嗯，这儿看，94年，一个小可人儿，满屋子晃晃悠悠的溜达。我把所有的桌子脚、窗台都拿海绵给它捆上，怕把头碰了。说起来容易，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儿一样。可不是嘛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和琳琳住那屋啊，那门框上我也刻着她的成长记录呢。小时候还可以，到了后来我都快够不着了。哎呦，快吃包子吧，包子凉了。哎，我说各位同学们，今天非常高兴啊，吃到这会儿啊，我建议咱们再干一杯，聚会不容易啊，都干了呗，别鼓掌了，咱这就中断了啊，都给干了啊。干了干了，谢谢马哥啊！哎，可别客别客，谢谢马哥，你来，多多多谢，也吃菜吃菜啊！哎，可吃，你原来可胖不了，胖不了比我都胖。衣服挑的太低了，你看他们都没怎么化妆，觉得我化太多了。你别东抱怨西抱怨的了，这桌上就你跟仙女似的。他们不化是因为他们没有先见之明，这样才显得你与众不同。多吃点。张琳长得还行啊。什么叫还行？你好好瞧瞧，你瞧人家小模样。要不说这女人染上书卷气，怎么瞧怎么漂亮。你瞧，别瞧，啊，瞧的眼睛拔不出来了，不是脑红眼病。我不怕红眼吧？我说，吃着啊，喝着喝着喝着，来来来来别听筷子，吃吃。我看咱们都吃差不多了吧，都饱了吧？差不多了，马哥，差不多了，该撤了。别去，哎，文杰，别，就这么着，我提议啊，咱们换个地儿唱会儿歌去。好啊，饭你来，回头唱歌我来，怎么样？我们都想唱呀。行。别冲什么大个儿了呀？啊，都闪开，我来。嘿，我建议你们大家呀 ，AA 制。海归就是海归啊，跟这外国人学的假不假式，这争分劲儿呢。我说，就算是各付各的，你那份也得我付啊。谁让你是我请来的？谢谢老男人。文杰，我就不去了。那你不去，我就跟你一块回去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这也不去，文杰也要走，这多扫兴啊！就是就是，一块去吧，大家伙儿一块热。来来来，杯中酒，杯中酒，喝完了咱们就串堆儿去，好吧？啊，来来，没事没事啊，都干了啊。得嘞，走这儿啊。哎，叔叔。啊。我就真的不去了。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你这嗓子不好，特自卑啊？走。知道我的外号吗？啊，小罗号。得嘞，小罗号瞎他妈吹，海鸥听了瞎他妈飞。好了，唱歌了。金建模，那个是文清小时候吧？啊，这个是文杰还是文清？还是文清，胖嘟嘟的那样，1岁多的时候。哎，袁叔，这文清和文杰啊，也像你们俩。哎呦，那老家伙不声不响的走30年了。听说他是心脏病吧？啊，睡觉时候过去的，倒是没遭罪。哎呀，没遭罪，福气，前辈子修来的。那咋不替我想呢？我想不通，要不老骂他呢。
没良心的，只图自个儿清净，屁股没拍一下就走了，真狠心。还说呢，立群他爸倒是慢慢走的，可没少磨孩子。为了在医院里看护他呀，那几个孩子没少受累。哎，人老了都得走，只要看着孩子们过得和和睦睦的，咱们走得踏踏实实的，这就是福分。亲娘母啊，还是你有福。你看这姥姥老了吧，有丽群和文杰守着你。哎，我呀，没这个福。什么福不福的？凑巧碰上两个孝顺孩子了吗？亲娘母啊，你们家丽群可比丽仲啊强好多倍呢。瞧你说的，还不是因为丽群娶了你们家文杰，被改造的好吗？他是娶了秀东南，就改造不好了。要不说呢，这结婚可是头疼大事，这马虎不得。是是是是是，还是那天你说的那个什么，就哎，好男孩怕选错行，好女怕嫁错郎，对不对？就这个理儿。文杰，哎，哎，喂，你那儿怎么那么乱呢？喂，你听得清我说话吗？各位亲爱的同学们，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。我今天是。
我学的是俄文。文杰，跳个舞吧。不会跳。不理这死海龟。聚会不容易，哎，喝个一醉方休。马克，今儿就到这儿吧，都喝成这样了。大浩，咱改天。啊，没劲，改天扫兴。真的，我没喝够了，你要走，你也走，要走，你走。那都走了。看你意思。哎呦，不散，谢谢你，好吧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保重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下回再见。好。嗯。那个，哎呦，那个小乐浩，文杰。老贺，咱们走。不去，改天吧，都那么晚了，改天吧。你说人家一家拖家带口的，我就不勉强了。咱都是单身，回家干嘛去？回去该干嘛干嘛呀。你看，就是伪单身，屋里藏着男朋友呢吧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我藏着仨呢。嗯，我说这丫头真够闹的，哪像我文杰，从小。温柔、美丽、大度，你对我妹妹好点啊！多难得找这么一妹妹，要对她不好，我抽你，抽完你把她带家去。他不敢，他怕我是坏人。我最不怕的就是坏人了，去就去呗。那我车可停这儿了啊。嘿，哎，行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行，老同学，拥抱一下吧。保重啊。对我妹妹好点，哎，走吧，好好玩啊，哎，咱们走吧。哎，你化妆了吧？怎么化那么浓啊？啊，你那眼睛涂成啥样了？你能把这衣服合上吗？让人看你多不好看。怎么倒是这鬼德行样的？谁给你出的馊主意？啊？你嫌我，你就离我远点。不是，哎，我什么时候嫌你了？啊，不是一同学聚会吗？至于吗？还生气呢？我刚才只不过是心里有气，你还真当真啊？你心里有气？该气的是我好不好？我这副鬼德行，怎么还跟我坐同一辆车，坐同一个电梯？
人家不是怕别的男人看你好看吗？男人都自私。什么漂亮假漂亮？我以为江宁忽悠我了。我一猜就是江宁出的馊主意。馊主意？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虚伪，你这个。你看，你又急了。人家不是吃你醋吗？年轻时候没见你吃醋，都这么老了，瞎吃什么呀你？你还别说，那个时候多年轻，多可爱啊！哎，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大概才22岁吧？嗯，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？一晃就几十年了。我怎么闹肚子了？今天也没着凉啊！我这么结实的肚子也拧着疼啊！是吗？我今天吃什么呀？没吃什么呀？就是什么也没吃，就吃了一天的包子。啊？包子？啊？那包子你没热透，赶紧给立群和文江打电话去。哎呀呀呀！行了，什么大不了的病，咱说好的让今天晚上睡个踏实觉的，真是。我找药。你那有？哎呀，有治拉肚子的药吗？哎呀，我有。那你快点儿。哎呀，哎呀，天哪！给你看看啊，这怎么写的？快。哦，我看。阿司匹林肠溶片啊，对，就是它，治肠子的，治百病。可是我没听说这个药治拉肚子啊。我是文杰他妈，文杰是大夫。嚯！哎，我说老公啊，哎，是这儿吗？啊，天天说是这儿。哦，那怎么黑呀？啊，这边，来，这屋。啊，你说妈她怎么搬这儿来了？哎，问她那房本带着没有啊？我知道，我会问她啊。田大妈在家吗？啊，在。妈，您搬这儿来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啊，是吧？妈。哎呦，妈，您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拉肚子。嗯，我们俩都拉肚子。哎呦。哎呦，不是，这怎么搞的？这吃什么把肚子吃坏了？哎呦，包子吃的，这拉的厉害吗？那你怎么不上医院呢？对呀，我吃药了。啊？吃什么药了？啊？吃的这个药。哟，嗨，这什么呀？这阿司匹林。对，这哪成啊？赶紧上医院，赶快，妈，上医院。好，走。哎呦，慢着。洗了吗？洗了。用肥皂了吗？用的是浴液。嗯。喜欢吗？真漂亮，什么时候买的？就是你今天晚上买的。真的。哎，跟皮肤似的啊。嗯。讨厌。喂。什么？
妈住院了。你看你们两个老太太，这也太不让人放心了。啊！丽君说马上就来，怎么还不来？趁着他没来，有点话问咱妈了吗？那个妈，您怎么住那儿去了？我倒是想回去来着，可我回得去吗？妈，那房本您是随身带着呢，还是搁在丽群那儿了？妈，我是您亲儿子，我还能害您吗？你说今天要不是我跟东兰去看您，你们俩还不一定怎么着呢，是吧？哎呀，是，就因为这样，那房本我更得攥着手里，不撒手了。妈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就你真打算听丽群的呀？嗯，我呀，我得打个板儿，把那房本供起来，我可不能忘了。他是我亲家门的救命恩人。这鼠耗子撂杆就忘了。去，妈，刚才可是我跟东兰把您二位送到医院来的，要不你们俩现在还在床上在那哼哼呢。可不是嘛，要不是那房本，这大半夜的，还有谁能想起我们来呀？妈，你看，哎呦，你们来了！我说你们怎么才来？都风平浪静了，这都。哎呀，我们出来了，打不着车。我说丽群，你这也太不负责任了，你得跟我商量一声，你怎么就把妈赶到那小破屋里住去了呢？小破屋，那是人住的地方。你孝顺，你负责任，把你妈接走啊。妈，你看看我这。哎，我们也忙活大半夜了，咱们该换岗了啊！啊，走吧，哎，妈，我们走了啊。那钱我们可交了啊！哎，我说你家里边藏了仨，累不累？不累，他们累。都摆的平。摆的平。佩服，佩服。那什么呀？你这人怎么那么爱打听别人的隐私啊？这毛病可不好。我关心你。你是我什么人啊？我跟你说啊，男人有了烟，有了酒，就要有故事；女人有钱有姿色，就有悲剧。切。那我也跟你说一句吧，女人在约会之前一定要去美容院，男人在约会之前一定要去银行。嗯，结账去吧。哎，庄姐，这够了，这够了。哎，小刘，你这酒量好，我还真不是你对手。哎呦，这证明了一道理。一男人就总得栽在一女人的手里。这药方该大方了。结账。妈，以后啊，可不敢自己乱吃药了，听见没有？今天要不是丽群他大哥过来，太危险了。哎呀，没有他们来，我们俩也没事。你呀、啊，就是嘴硬，这回啊，人家是做了好事了。他是冲他妈的房产证来的。哎，文姐，你别说，你婆婆那房子值钱着呢，50多万呢。你听差了吧？那么贵，每平方比我们新房还贵。人家地段比你好啊，我那个房面积没他大，地段比他还好。哎。文姐，我那房要是卖了，替你们还了贷，没准还有剩余呢。你这房子卖了，你住哪儿啊？我看你婆婆呀，就是打的这主意。房子一卖，钱揣到兜里头，就住到你们家去。不可能，丽群从来没说过这事儿。